守住球队第二胜 ，NA 终结者山崎康晃振臂鼓舞。取自时事通信。记者石玉琪综合报道，就是不能输，延续前一战完封对手的气势。横滨 NA 今天在主场以5-4击败软银，再把战局逼成2-3。四日六将以师福冈巨蛋进行第六战。开局内川胜一而垒安打为软银坚持得点 ，NA 在四下主炮筒相加至2分炮取得超前。五上中村晃回敬一发2分弹再逆转，但六下先发羊头范登赫克退场后接手的莫伊尼洛 Left 紧握着1分领先 ，NA 后援羊头巴顿 Spencer Patton 控球不稳，终结者小魔神山崎康晃八下提前登板救火，满球数送出喷射球，让柳田由其回棒落空三振，手下危机。他九上续投虽被打3支安打，二出局满垒，让打者名实见智，敲出滚地球出局，惊险守成。横滨 NA 在相隔19年后，今年季后赛屡创奇迹，先是连2轮下客上晋级，代表央联打进日本大赛，也一路从3连败逆境一搏，连拿2胜延续战局。至于回到主场仍维持听牌优胜的软银，则要挑战3年来第二关，对史第8关。